大家好，又到了一周剁手时刻。今年是 VR 的元年，各大厂商都在卯足劲道研发。下周上市的游戏大多都是 VR 游戏，现在就让我们来扒一扒吧。 The Universium 本作游戏设定虽然很庞大，但实际上这星球挺小的，但画面特别精致。游戏整体较难，需要玩家用创意及挑战来对抗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国王与英雄，国王与英雄是一款传统的龙与地下城 RPG 游戏，但是采用的是不多见的第一人称视角，美式粗犷风格的画面加上与队友的配合，真的是有一种在地下城进行冒险的感觉。姐妹，这款 VR 游戏真的好吓人，画面出色，基本满分，但游戏内容却没有和任何玩家互动，只是相当于看一部 VR 电影。小编我觉得如果能在里面稍微加一些解谜互动元素，这款游戏将更加出众。天际 VR 里玩模拟策略类游戏最大的难点就是场景大小的问题了，本作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游戏与 VR 设备的无缝结合让小编觉得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上帝，这款游戏值得期待。Mana Storm Champions of Ghana VR 上玩策略卡牌对战，这还真是特别少见。不过这款游戏并没有过多的创新元素，难度也不高，卡牌技能相对较少，技能更加简单，除了魔幻风格的画面并无太多亮点。 GT 赛车 GT Sport GT Sport 可谓是现有赛车类游戏里品质最高的一款，在拟真驾驶和娱乐竞速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完美的平衡点。总之小编我看到的这段演示真是非常震撼，迫不及待的想要玩到这款充满汽车文化的大作。 Elex 这个游戏真的像一个大杂烩，融合了科幻魔幻风格，简直就像带了魔幻版本的尘埃四。虽然游戏画面特别写实，动作场面火爆，但是除非这部游戏的剧情足够深入探讨人性及道德，否则很有可能就会沦为平庸之作。Celestial Breach 这款游戏真的是太酷了，充满张力的硬派风格配乐配合游戏整体的未来科幻风格，更加紧张激昂的战斗节奏，都带给了玩家决战的游戏体验。很多时候飞行射击游戏吸引玩家的地方都是从音效和炫酷的画面来的，而本作在这方面做的无疑非常优秀。